Hey, yo, Stan. Yeah, what up? 该记得，古早人拢分咱两个辈出来，我那是相生啊。我会记得啊，但是我看我嘛看不出来。就怕大家脸盲，矮的是哥哥黄立成，高的是弟弟黄立行。黄立尚永远是和成行的兄弟俩，来到台北微秀影城，当然是看电影吃爆米花呀，不然要干嘛？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嘛。手摇在手，妹子就有。只是狗仔大哥寻寻觅觅，垃圾大哥出没约会宝地，身边竟然没有梅亚相随，真是奇迹。这回他表现兄友弟恭，帮弟弟排队买饮料。一杯波波奶茶，我要喝的，个人喜欢大一点。冰火为冰，甜度无糖，因为我刚好最近在减肥。哥哥跟店员尬聊一轮，弟弟等到花儿都谢了，终于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，你的饮料好喽。身为微秀影城老司机，马吉似乎察觉到咱们炙热的眼神。原本应该要一起看电影吧，可是弟弟竟然不依，转身离开。娱乐动新闻，我不看待自己是一个 celebrity。报道，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，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，属于你自己的媒体，苹果新闻网。